告诉你，第一，这不是我写的；第二，这本来是他的错；第三，如果你再撒野的话，你就带他一起来，我跟你俩一块算清楚。喂！古灵，你没事吧？喂，没事吧？照片出来了吗？哇，本人比照片好看多了嘛。哎，果然一条新闻葬旧闻啊，古灵的照片已经在朋友圈疯传，学校的群里都炸了。哇，抓得蛮神韵的嘛。看评论才是重点。是吗？什么？强吻未遂，男神恨不得转身就闪，那女的一定是太丑了吧，敢污我男神，看她简直是整容失败的典范，这些年她一定很苦，活到现在已花光所有运气，本来之前还想放你一马，从现在开始，这就是我古灵跟你任一侠的私人恩怨，我一定不会放过你的。